盘点韩国大事团体，你 pick 谁呢？ GOT7 可以说是非常火了，打造的男团，而且他们的舞蹈与歌曲都非常好，成员更是 nice。希望未来一直大发呀。Winner 与公司的本来是五个人的组合的，但是因为一些身体原因有一个成员退出了，但是很喜欢他们在舞台上酷酷的感觉。继续走花路吧。Friend 这个女团组合真的一路走到现在真的很不错，他们不属于韩国三大公司之一，靠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真的很棒啊，希望一直走花路。 Twice 也是公司的，是 GOT7 的师妹们，他们的歌曲都非常活泼可爱，看到让人觉得不好的心情都会缓解一点，未来可期啊。BTOB 他们是一个很逗的团体，尤其在周偶像的丑舞比拼，真的可以说没有偶像包袱了，希望他们未来越来越好。 Seventeen 他们组合颜值高，而且舞又跳得好，他们刀群舞是真的厉害，小时期加油加油，一直大发吧。